山西乡牛埔路外永安宫附近的路段，因为排水设施软旧，佮加上路基较悬，大概若是落大雨，水拢无都正常消透，也佮会倒灌入去面体，互周边的民众是非常困扰。山西乡长苏伟俊因此前往现场会勘，也表示将会尽速进行整治。山西乡长苏伟俊等人登来山西乡牛埔村牛埔路会勘，当地牛埔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表示。牛埔路有一大段路，拢是庄内属于私人的计程巷仔，排水沟是几落十年前设置，道路搁一层一层塌起哩，地势周边的面体地势会愈来愈低，大概拄着大雨，雨水拢会灌入去面体内底。今天就是有民众反映吼排水的问题，啊，咱尽量配合咱公所，啊以及咱相关的单位，啊来甲居民。解决咱排水的问题，安尼排水的问题原本是因为咱内底地势较低，啊，咱着设法甲改善，啊，看有法度，伊就是伫急降雨的时阵，有法度解释，就是甲排水问题解除安尼，嘿，莫有积水的这个迹象啊。大概就是大埕吼，较低处的时阵会积水，嘿，啊，咱着甲做一个改善安尼。乡长表示，牛埔村遮本来有一个溪池啊，会当让雨水流去遐。但是当年因为要重建牛埔社区活动中心，溪池啊已经淹掉，排水不良的状况，公所将会赶紧进行整治计划，让水势会当顺利排出去。咱这牛埔吼，咱社区咱庄内遮吼，咱公园边啊遮吼有这个旧厝，啊这个原本就地势较低吼，咱有乡亲咱的住户伫咧反映吼，啊边啊落大雨，拢有造成咱饮水的情形，咱饮水吼拢淹到要到脚头起。那么因为这个所在吼，原本吼咱这有一个自溶池，那么即卖已经都无这個自溶池吼，所以会造成迄个无调节这个水量功能。那咱即卖来到现场来回看，看是毋是有法度吼想办法来甲这个排水问题吼、治水的问题来甲伊改善，卖若特别若落雨会造成咱迄住居民甲住户吼这個。淹水的这个困扰，咱社区吼要做一挂营造吼，啊可能有这个要把这个环境吼要甲做好，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形。公所表示，根据现地排水沟的状况，伊个将会将原本待伫咧草地下骹的排水沟扩大，并且疏通庄内排水设施，予大雨来临的时阵，水会当顺利排到大排内底去。新竹华新闻李明宏山西采访报道。